们借由手术全期三部曲，我们在术前第一天就会至病房做访视，先评估病人术前的整个身心灵的状况，并提供相关的护理指导。那在第二部曲就是病人接受麻醉的时候，接受麻醉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照护指引，保护病人的皮肤以及功能，让他有一个正确的全程的监控，让他可以保持手术的安全。那第三部曲就是术后的回诊以及评估，由物理治疗师在术后2至3天至病房做访视，我们共同建立一个复健的运动，帮助病人恢复上肢活动功能的整个术像术前一样恢复到之前整个满分的状况。我们整个透过了手术全期的照护，在2022年的时候，有平均由8分上至了13分，在2023年的时候，更由9分提升至满分14分，再次证明我们手术全期都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病人照护的品质。手术前、手术中以及手术后，那在手术前针对病人的一个访视，来对他做一些评估以及给予一些适当的一个卫教。那在手术中呢，我们会针对病人的一个摆位来预防他不预期的一个伤害。那在手术后，我们会提供适当的一个复健仪的相关的运动，提升他上肢的一个活动度一个提升。目前主要三部曲是针对他全人照护以及手术全程来做一个防护的一个照护，这样子。我们在术中的话，会避免他手术中发生不预期的一个伤害。那这个手术中不预期的伤害，包含手术中的压力性损伤以及神经的一个损伤的一个预防。那这个就会大大影响到术后病人术后的一个照护的一个品质。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术前的一个评估，以及术中的防护，以及术后的卫教，对于病人的一个上肢活动度的一个提升是有大大的一个提升。我们用评估的量表也都可以达到满分的一个14分的一个效果。那另外的话，就是整个手术病人他在整个术前的一个焦虑以及担心、害怕，甚至到后续会有一些心理不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照护的全人的模式，让他可以身心都可以获得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活品质。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手术团队的，包含了整个一个外科部，还有我们的复健部，以及我们的社工部，那整个还有我们的手术团队的护理的一个团队，那达到一个全人照护跟全人全队全程的一个。介绍一下我们今日出席的团队，首先我们先介绍我们护理部的黄秋棉部，我们的李怡珍督导。护理部军护理师，他们两位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讲者，以及刘雅芳护理师，还有手术室专责护理的洪美惠护理长，杨大明专责护理师，以及我们复健部的物理治疗组的陈正日总技师，还有我们的陈国军护理治疗师。那接下来，他对手术室的印象是非常的冰冷或者是陌生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的心里面的压力会非常的大。那再来的话，胀以及淋巴切除的一个淋巴的水肿，甚至到整个上肢的功能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因此，奇美医院的一个手术全期的一个照护就显得非常重要，也是主要在活动度的评估。那在手术中会有我们手术室专责护理的一个团队，依照实证件来对于手术的一个病人的姿势的摆位以及防护，来预防不预期的一个手术过程当中的一个伤害。我们在手术之三大重点为焦虑评估、功能评估以及卫教的指导。评估病人对此次手术的焦虑程度，在术后第一天会由手术室护理师至病房做访视，评估病人整个术后的生理状况，包括他的皮肤之后身体倾向的心理状态，还有复健的指导。会跟病人说，这个手术最常见的就是肢体受损的受限的问题，所以那我们也会长期的追踪，在术后6个月的时候，会专责护理师能依此标准做摆位，甚至因为我们常常会有新进的人员，也可以依照此指引正确的功能。那很开心，我们有个成功的案例分享。65岁黄女性，她去年2月的时候发现她双侧的乳癌，然后在我们的医疗团队在这一路上，
不断的打气加油，然后还有足够的信心。上肢的活动度的方面的话是不太敢移动的，所以我们在2023年它发生健侧哦，它的肢体是有受整个身体的上肢的活动能够更安全循序渐进的来做一个活动的一个提升。所以手术全期的照顾，它在心里面不但面对这样的一个癌症，那也让他能够有一些社会上跟其他病友共同参与的一个部分，也提升了他整个分别在手术前、手术中及手术后的一个照顾，让病人整个生活的一个品质以及癌症的预。然后，比如说他如果开刀是在右侧肩膀的话，就是叉腰、摸耳朵，就这样很简单的，他只要让轻松坐正，做一下耸肩放松。然后叉腰摸耳朵，这样都没有问题。那手的活动的话就会很简单，往前举往侧边举，不用高举过头，这样子。这是前面手术刚开完刀前大家能够轻松的做这样子的动作，往前高举过头，往侧边高举过头，这样子简单的动作。手肩两边接上，好，轻松放下，再一次耸肩往上，好，轻松放下，好，再第二个动作叉腰，对，轻松的叉腰，好，手往上摸耳朵，好，放下来，好，叉腰摸耳朵，好，手放回来，放松，好，往前平举，对，好，这就可以了，好，放松回来，再来侧边。好，一个身体向后蹲的动作。那他在这样的动作的话，他就会是一个闭锁的动作。闭锁动作就是他的手的末端不动，但是借由一个身体向后坐的动作，他在肩胛骨跟肩膀这个关节会有一个适当的活动，这样子。所以我们会教病人做这样子的动作。但当它放到这么多，然后或是甚至整个癌症扩散的，我们是想办法来提升它的一个手术照顾的方向来做努力。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健康，因为整个癌症并不是这一块，从台南市政府的行动医院到医院的特别扩展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增加。